打击轮到了 Gini Gino， 这个球扫到了左半边，看起来是更有机会挑战大墙，没有问题。这一棒 Gini Gino 直接突破了艾斯特，连续抓到了19个出局数的状态，现在看起来两边是有点火药味了。如果这个绕垒的声音，可能艾斯特听了觉得不是很愉快啊。对，现在双方有点剑拔弩张哦，都来到了场上。打击轮到了 Gini Gino， 这个球扫到了左半边，看起来是更有机会挑战大墙，没有问题。这一棒 Gini Gino 直接突破了艾斯特，连续抓到了19个出局数的状态。最近五场比赛以来第4-8的全垒打给了龙队低分。艾斯特被打的第一次安打就是长打哦，440英尺的飞行距离，一打到了知道我绝对会过大墙。今年球季的第19轰 Gini Gino 在绕垒的过程当中也把自己的情绪给宣泄出来，但是现在看起来两边是有点火药味了。你说这个绕垒的声音，可能艾斯特听了觉得不是很愉快啊。对，现在双方有点剑拔弩张哦，都来到了场上。Gini Gino 今天真的也帮龙队是吐了一口闷气。贾总这时候赶快出来维持秩序了，那也看到了魏雄队的贾西教练也已经出来要设下人墙了。对于中信兄弟来说，毕竟目前还是处在领先的，绝对也不希望这个场上发生一些意外的插曲了。